上半年，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查验出境人员 2.87 亿人次，同比增长 70.9%， 其中内地居民 1.37 亿人次，港澳台居民 1.21 亿人次，外国人2922万人次，查验交通运输工具1541.9万架搜列量次，同比增长 56.9%， 其中飞机 40.5 万架次，船舶 21.1 万艘次，火车5万列次，汽车1475.3万辆次。